OOTD 什么意思？ OOTD 网络流行语，出现于 ins 上，是英文 outfit of the day 的缩写，意思为今天的穿搭。 OOTD 是人们发自拍中常用的一个流行语，让别人多关注今日的穿戴，最早是在国外开始流行，现在很多网站的用户会在网上晒出自己每天的穿搭。网络语言是指产生并运用于网络的语言，网络语言从网络中产生或应用于网络交流的一种语言，包括中英文字母、标点、符号、拼音、图标和文字等多种组合。这种组合往往在特定的网络媒介传播中表达特殊的意义。